你安尼带你母女一点，你怎么对得起我们现场的这些美女呢？受宠若惊呢，没有，因为你看起来。我进入事业跟夫与唱歌这样有没有一个平衡点？快点，所以你喊老婆。这段忙到这段忙了，今年我你啊，你现在会当会当拄着遐侪咱在乡亲时段。因为我每次做什么活动，你有没有听我讲到底是谁的，好吧？你确定这种 Ben Yuki？对啊，所以有在这里，我对你，我记得妹妹应该在姓谁。